虽然香港春季乍暖还寒，但是日本北海道到这一刻都仲落紧雪，不少地区直至五月头都依然有雪上活动。如果想赶在雪季完之前坐上尾班车，感受冰天雪地的梦幻角度，不如考虑一下在接下来的日子快闪北海道啦。位于北海道富良野的这间酒店，去年12月才正式开业，和富良野滑雪场北之峰区只有三分钟的步行距离。不单止方便住客滑雪，更加可以通过酒店预约各种特色旅游体验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玩。酒店位于北海道人气滑雪圣地富良野，入面有78间客房和多款房型，最大的就是这一间，有近45平方米，最多给三个人入住，分开客厅、睡房，好有家的感觉。浴室更加有浴缸，入住的时候住得舒适，而且酒店大部分的房间窗外都是雪景，真是靓得很夸张啊。餐饮设施方面呢，可谓一应俱全，酒店入面有华木餐厅，提供西式和日式的自助早餐，午餐呢就有披萨、三文治、寿司和当地的时令菜式，晚餐呢就有国际佳肴和用当地农场直送食材煮的美食。如果想和好友相聚，酒店酒吧亦都有特色的鸡尾酒、北海道啤酒等等。另外亦都有面包店，每日为客人用心制作香喷喷的出炉面包。想放松身心，酒店入面更加有两个水疗中心，入面有两个日式浴场。为了方便滑雪旅客，酒店更加提供储物柜给大家存放滑雪用品，仲同附近的商店合作，用过的滑雪用品可以直接放在酒店入面，不用自己拎回去还，非常之贴心。现在还有期间限定优惠，只要在今年的9月30日之前连续预订5晚入住，就可以享有正价的8折优惠，每晚房间年税最平低至16900英镑，连同8折优惠，人均只需要358元起，价钱相当贴地啊！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